同居土十八土，还是用阿赖耶，没转世成智啊！那只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等同，等是平等啊，等同十八土的法身菩萨。啊，是佛力加持的，啊，那个加持不可思议。一到任何佛国度，到我们这个世界来，也像是住在家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不是你能力转这个境界，是佛的威神加持，这个境界转了。啊，这些道理越学越透彻，越学越清楚，也越学越欢喜，增长信心呐！啊，增长我们求生的愿力了。也帮助我们放下这个娑婆世界啊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我得放下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啊，再道家慈航，不仅帮助一个世界，要帮助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，六道众生迷惑啊！有能力的时候，有智慧的时候，有神通方便的时候，应当普度。